很有技巧。打不下去吧，其实我也可以。Stop！ 我敢打 forever。我只是吃个石板锅吧。吃石板锅也可以很有仪式感的吗？来跟着我 ，follow me。其实我有点饿了，可以 order 了吗？好了，老板娘，这个石头真是可以拿来煮东西吃的。可以啊，这个是来自云南哈巴雪山岩石上的石头敲下来的岩石，每一片石板呈现出来的花纹纹路都是不一样的，独一无二。对。这样我们来点是吗？可以，你可以自己点。可以，我们可以研究。点完它就对了吗？真的吗？你别学我。哇，我们能用这个石板来烧烤，真是很特别。这些就是我们该 order 的烧烤肉类还有海鲜呐、啊。哇，你看到吗？分量十足哎，而且全部腌制到很美。来，这个虾需要一点技巧，我帮你烧。倒下去吧，其实我也可以。这个确实要有技巧，也要有点距离。给你点，可能直接喷我头了。当出水芙蓉遇到火焰芙蓉，等一下我替你去芙蓉啊。OK， 要酒力烧包顺便带一点。OK， 夹好了。哇，冒烟啊！好美啊！哇，蒜香味。哇，虾肉新鲜，美美。OK， 那蒜米一定要有，放在上面。哇，那蒜超香，虾又弹牙。那现在呢，就到我烤了，好像很好玩这样啊。你烤。来，我刚已经从老板娘那边学到技巧了。你学个毛啊！啊，你油都没有倒。哦，对。那石板已经是很热了。哎呦。这是五香孜然口味的黑毛猪啊，这个很特别，这个口味是叉烧口味的，叉烧口味的黑毛猪、哦、你有吃过？里面都对着搞叉烧的，这也是。不要看它叫声音好像没有很大，其实它锅是非常的热的，然后它是属于算是慢烤这样子，你看嘛，一下子就熟了，而且这样子呢才不会烧到焦焦这样子，对，非常的健康。可以带我们的宝宝妈妈来吃，我们的是啊，各自的吧。你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钱拿来。哎呦，这个没有没有，这是黑毛猪哎。用这个石板来烤，烤到刚刚好，它不会烤焦。而且我吃这个是五香孜然的味道，那五香粉很香。来蘸这个干碟。蘸了那干碟，那香粉的香味更上一层楼。一片一片试试它的口感先。翻肥瘦刚刚好，而且我第一次吃到叉烧的香味，但是肉是薄的，很香很香。这里可以吃到这个很特别的，这是羊脖子，颈啊脖子啊。这个不要叫做羊颈吗？不懂。这样如果羊的尾巴。这个羊脖子哦，它肉是会比较硬一点点，不过有些人喜欢那个嚼劲的，就可以试一下了。这个是他们秘制的牛肉。牛肉。不用烤太久，就已经很好吃了，而且还带有一种酒香在里面。这个就是老蒋的秘制，也可以点一些熟食类的，像这个番茄。什么番茄？茄子，茄子。哎呀！我的神仙吃法是要生菜包这个吃的。这个生菜只要你有 order 这个烧烤呢，它就一定会送你一份了。这样子吃，又香又不会腻。我也表演给你看我的神仙吃法。第一个步骤，把这饭放下去。第二步、炒一炒，动一动它。第三个步骤、你可以吃。你确定这不是在加热吗？多么可爱的鹌鹑蛋！你这样的空去买蛋先呢？哎呀，哇圆转啊，慢车车，哇！哎，喂。喂，还下楼梯？